四喜丸子这道菜不管是在年夜饭上还是招待客人都非常好吃，三分肥七分瘦的猪肉馅，加入葱末姜末和蚝油，生抽老抽十三香，鸡精盐半块，豆腐打入一个鸡蛋，用手抓均，加入适量淀粉，顺着一个方向搅拌上劲，手上抹油，把肉馅团成丸子，起锅烧油，勺子沾满油，油温六成热下入丸子，千万不用勺子搅动，咱们轻轻晃动，开大火一直炸，炸到这个颜色的时候就可以捞出来了。锅留底油葱姜爆香，放入生抽香叶桂皮八角干辣椒，放入清水鸡精白糖，少许的老抽调色，咱们下入炸好的丸子，大火烧开，盖上锅盖，小火焖40分钟，捞出丸子和料渣，淋入水淀粉和食用油，用大火烧至汤汁浓稠，粘稠汤汁淋在丸子上，无论色泽还是味道，吃上一口绝了。